刘培强中校，截至今日，您已累计休眠12年03天，轮值工作累计5年04天。一路跟着我，爸爸会飞到天上，变成一颗星星。哦，刘启腾到哪儿了？爸爸，真的会变成一颗星星吗？会啊。一路肆意流浪，还记得故乡吗？人生命穿梭，这里是爷爷的家，可那是高楼，以前都住满了人。他静静看着人们爱过和恨过，随时间漂泊，随他忘了。感谢你17年来的辛苦付出，他离开他的，明天可以离岗回家了。回家。Awesome.